鹿港小镇唔那只有百年庙宇古迹，也佫有美食小食。彰化县政府就甲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以及鹿港镇公所共同主办104年鹿港小镇艺术节，将这电影的特色、人文观光、艺文表演大串联。在1月7日开始到15日，为期10天，邀请全国的民众来鹿港欣赏这艺术表演。国内真知名的极致体能舞蹈团带来充满力量和美感的舞蹈演出，除了透过肢体语言的舞蹈演出以外，鹿港囡仔也用鹿港小镇这条歌来插入气氛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中部地区有多一个乡镇上适合举办有国际水准的艺术活动。讨论以后发现，鹿港是一个相当适合的所在。他说：“我们就在鹿港办，那鹿港确实不管从历史、从人文所有的条件里面，在中部应该是最有可能变世界级的小镇艺术节。我们第一年在鹿港办这样的活动。”包括在地人文跟观光。美学馆去年在西里也办过小镇艺术节，今年在鹿港举办。鹿港镇长真有信心说，参加的人数绝对比去年较多。顶回啊，我们在云林的西螺办一场吼，差不多有36万人啦吼。那我在这边跟啊刘馆长报告，阮鹿港绝对要献给因的这个观光客，因为我们鹿港在本来在啊假日。游客就非常非常的多。11月7日开始连续10天的活动，每天在鹿港公会堂、龙山寺、文武庙等景点都有精彩的表演活动，要让有丰富历史的鹿港更进一步展现活力。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。